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 Unison。OK， 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的它的基本面、一个估值和理价。过后呢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技术分析，是不是有机会呀 ？So 这个和理价呢，我是用这个 Dan Black 来计算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也是可以参加我的 Join Member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Google Sheet， OK。如果你不要的话呢，你也是可以 Subscribe 我的这个 Member， 免费的。然后你去我的这个 Community Post 里面，你也是会看到这一个的这个 Screenshot 的啊，这个 Screenshot 啊，不是发啊 ，Screenshot 的，但是免费嘛，是这样子啦 ，OK。首先呢，我去查了一查，就是说投行呢给他是什么盈利啊？给他盈利，说投行就说呢，今年呢大概是要下，大概可以赚2亿啦，2亿1000万左右。2021年，然后呢过了下一年呢，就可以赚大概是2亿5000万啊。这个是肯达哥给的哈、啊。为什么2亿5000万呢？是因为在这个 Q4 的时候呢，2022年 Q4 大概是一年过后呢，它的这个expansion 呢就会完成了，那时候呢就有这个盈利呢，估计呢就会大涨呀，就会大涨，所以他就给说是2亿5000万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算2亿5000万吧。所以我就把这个2亿5000万220个 million 放上去里面，我这边保守一点，我放两年，他这边这个投行讲的大概是一年多一年半左右吧，我就放两年啦，两年过后他可以赚2亿5000万，再放一个 discount rate 大概是 6%，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啦，比较低一点。然后根据我的这个 trading view 的这个记录呢，它的 PE 大概是16到30亿，哎呀，1到3亿，我觉得也是合理吧，呀。但是如果你是买在30亿的话，就很惨了啊，因为它已经跌了一轮。OK， 算出来之后呢，就有这个合理价，大概是3块到3块半。这个3块到3块半的 PE 大概是22到25，呀，22到25 ，OK， OK， 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嘛，当然是想到要买越便宜就好咯。那时候我就讲说，有没有机会买在3块以下？是啊，你看嘛，3块以下 ，OK， 2块7啊，2块8啦、啊，有没有机会？今天呢，下午的时候是3块2，3块1毛钱，好像离这个2块7有点远，但是呢，还是在这个合理价的这个 lower range 那边呀，还算是便宜吧。OK， 这样子讲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就是讲它的这个合理价，我觉得这个是还 OK 啦，还可以啦啊。如果有3块以下就最好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困难了啦，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等的话呢，也不一定等到，哎呀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啦啊。OK， 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技术分析。技术分析那时候就说我们要等到3块嘛，是3块嘛，好像等不到啊，没有，已经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，都没有3块钱。最高的现在最高是这个价钱哦，大概是3块3，三块，然后这个 range 的这个不是筹码峰吗？这个筹码峰啊，这筹码峰蛮多的哈，你看这边啊，红配啊是蛮多的。OK， 我们来看看一下，啊，但是才是很多套牢盘。但是这边也是有开始累积这个筹码了，这个价钱大概就是这个价钱呢，大概就是3块到3块3 ，OK， 这边套牢盘呢大概是4块3左右，4块3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，跌了1块钱啊，很惨啊，如果你买在高 PE 的话 ，OK， 收3块到3块3，有没有机会买在3块以下呢？这个真的是好，我觉得现在是好像没有了啊。我再看回技术分析。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往下跌嘛，啊，跌破这个 MA20， 它就算它往上去的话呢，老实讲它也不可能立刻会回到这个4块3的啊，
短期里面是不可能的 ，OK， 短期里面是不可能回到去的，太多套牢盘了 ，OK， 重点是他现在回来嘛，对我来讲啊，他回来的话呢，千万不可以，现在就不要再破3块钱了。如果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出现在3块之前，出现了一个这种形态啊，就说他没有跌破这个3块啊，这边呢、啊，而弹回去的话呢，这一个呢就是一个买点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叫的叫做 higher low， higher low 啊。但是如果你想到，如果你以为你买之后它就一直往上去的话，这个也是没有的啊，这个肯定是没有的，哎呀，所以还是看个人哦。如果你觉得是长期的话，你就不介意咯。但是如果你打算2个月之后就要赚到4块3的话，这个你就不适合你的，不适合你的，短期是不适合的，这是长期的啊。说长期的话，就要买在相对的低价就好了。但是如果它跌破这3块钱了啊，这个当然是不要去接了，因为它可能就往下跌了。哎，之前我们不是讲跌破3块有没有机会吗？那时候我们就要继续的去留意，留意它出现一个底的时候又回来，又出现第二只脚啊，这个时候再考虑呀，再考虑啊。所以你看到我的方法呢，是永远买不到最低价的 ，OK？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3块钱来做一个 reference， 3块钱。但是我认为呢，我个人认为啦，它应该在这边的时候，也就是说3块1的时候就弹回去了，3块1左右弹回去，啊，因为你看这边筹码是蛮多的哈，所以也是有支撑，也是有支持者，有粉丝在3块多的时候。就开始去捞了，他们很多人不等到跌破3块的呀，因为这些是长期的话，3块钱、2块9对他们来讲呢是相差不远的啊，相差不远的。OK， 所以我就认为呢，现在我们就继续观察他这边，他这轮下跌呢有没有机会跌破这个3块钱？有的话，跌破的话就不要接；没有跌破的话，返回去的时候呢。可以试下第一场啊，小试下场就好了。OK， 这个就是我对 Unison 的一些看法。配合这个基本面的话呢，你的这个心中有价就比较安全点嘛。OK， 这样就是这样子吧，谢谢大家。